哪一种员工最要避之则吉？懒惰的，大嘴巴的，拍马屁的，全都不是。对雇主来说，必须避之则吉的一定是非法劳工。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和罚款50万，一经定罪立即入狱。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-1551，非法劳工，避之则吉。